树叶啊要离去，爱人啊要分开，走了春天，阵阵风雨跟阮跟几暝，为何放袂开？心内拢是你，敢讲我的感情，我的心拢跟你去。无你风袂停，无你风袂停，若无你全世界拢冷冰冰。叫天袂，叫地袂，不管你离开。想要你的永远，永远陪在你身边。心爱的，我爱你。永远相随，无你风袂停，无你风袂停，若无你全世界拢冷冰冰。叫天袂，叫地袂，不管你离开，无论天涯海角，永远相随。我承认，我承认，当年的涉案事件是因为我小贪所引起的。老师，为着你的后生，你愿意承认过去的错误，这就表示你还阁有重视亲情。总是家己的后生啦，我无为伊，是要叫啥为伊？跟你讲一个好消息，乔佩清醒啊！啊，伊着今日想要知影你的状况，想要跟你讲话。好啦，你稍等一下。妈，小佩，啊，你来打电话。我想你啊。我清醒了，刚才看到伊的，看到爸爸、妈妈。就是无看到你，我无以为伊阁有啥物代志问问我，伊阁出啥物状况？你家己身体就遮虚啊，你阁咧烦恼妈妈？人就是会烦恼你啊。你放心啦，其实妈妈我才出院回来尔。敢是真个？我以为你因为我的代志。将手术延期啊！我本来是有这个打算，但过后来身体真正袂动起啦。医生替妈妈安排微创手术，我想讲安尼嘛好啦，安尼我就会当轻松去家里出院啊。安尼即马人好好无？你放心，我会把我家己照顾好。妈妈会去看你。你会当倒在妈妈的身躯边，我会想一个故事讲给你听。咱就亲像过去安尼，重新体会，来相依为命的感觉。咱来互相加油哦，一定要紧的好起来。安尼，咱所疼痛的这个家，嘛才会紧的好起来，嗯？只剩你啊！只有你一直无反背我，后世人你也是我上好的朋友，嗯？
差不多了，再会。 你无伫了这下时间，发生这个代志呢？有产品台甲明湖公司已经进行成功啊！安尼真好，你这下搞营销，以后公司业绩哦，一定愈做愈好。喂，妈，我来，欢迎你回来。听着你讲欢迎。 我真感动，我一转来阿母甲新城都拢甲厝内边的状况甲我讲啊，你为着要予正阳，甲你家一个清白，所以你才会去甲范多集团合作，予你受遮大的委屈，辛苦你。无啥啦，嗯。做你家后，唔若爱了解信任，佮爱相信你的清白，假如拢做了无够。 实在真实嘞，无咯，这毋是你的毋对，是我为着要破案，无顾以前，嘛无顾虑伤多厝内人的感受，是讲，这代志拢过去啊，以后咱就当过好正常的生活。爸，你若安尼讲，我就不准你离婚哦，你后摆若佫讲这种代志，我就甲阿妈讲款，你甲出走。 你人即马刚刚安那？我咧照顾我的查某囝，你即马咧烦恼啊？你烦恼你家己就好啊。安尼看起来，阮牵手比阮查某囝身体较勇。小佩真勇敢，嘛真友好，家己身体拢也袂好，真哩烦恼妈妈。爸，我甲小佩甲妈妈比起来，袂较差。看安尼。哎嘿嘿，阿姐啊，伊哦。 妈，你哪会回来？我今仔拄才回来，就赶紧要来看小佩。我今仔日平安无代志，小佩，你也给我机会呢，我一定做好你的大家。我讲是，出外会想厝啊。你看我出国才偌久，我就当体会正阳兄伊伫海外。 相处的心情，我唔那相处，嘛受你这朋友。自小认识代，咱就是熟识好朋友，为着我一挂莫名其妙的想法，煞把你这好朋友当作是冤仇人，连你全家伙啊，嘛拢互我怨叹惨落去。错误的想法，唔难过着我家己，忙过着别人。你对我讲，你伫讲话想着我这个朋友，那呢，过去伊遐无爽快，就转倒转。 会当甲老朋友找倒来，迄种感觉就甲失落红生倒来外面头前共款，是欢喜的代志。既然欢喜，就不需要见怪任何人，包括你家己。对啦，接受别人的道歉，会减少心内不满；看人正常的改变，迄个亲像英雄讲的欢喜。感谢你愿意，用心接受我这个老朋友。 也感谢小佩，你愿意一直忍耐，过去我这个歹大家。妈，
还阁有真侪唔白的代志，拜托你唔通甲我计较，爱甲我讲，爱甲我讲。我即阵转来，摕着小佩，你叫我即声妈，我路上的疲劳都拢放袂记食。好，我系啊我。后摆哦，阮妈妈一定打电话新妇，无阁偷我一个查某囝。因为啊，小佩拢袂甲你冤家，都是我甲你打细声。妈，后摆我唔敢，你爱听我哦，袂当偏心。这个感觉就对啊，是朋友，是亲戚，嘛是一家人。我身为这个大家庭的大家长，我感觉足欢喜的。我这个老伙仔是世界上上个好命、上个福气的人。真好嘞哦，咱三个人会当当做出来走业务嘞。对啊，顶难顶嘞。没有错，我们要好好的把握，为了我们的业绩哦，再拼下一层。数到三，加油！一、二、三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我爱你，无论天涯海角，永远相随。一、二、三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总算出现啦！恁两个随便过。我将友善平台的休息三家已经超过500间，我希望短期以内会当超过1000。其实有真侪上山家拢是主动甲咱联络，参像进发去拜访迄几间就遮呢。你是一个巧巧人，你来我家应该是无路通行，要哪处理？若是想要开，开何准？这，你永远无法度了解一个比你较巧的人到底在想啥。这条命比恁所有人的命加加起来搁较宝贵，遐尼宝贵的命怪留落来。其实我日来是春班等人掠，因为根本就无倒一根杠牙当乖乖的。只要今仔日我卖杀人，杀人有可能判死刑。李小东，你是我上欣赏的对手。伫警察里来进前，咱就参像查某囝共款，用双手拍一个输赢。我若输啊，人家我会讨回来；我若赢，我就欢欢喜喜去坐家做老大。你万别怪叹，有一天你会像像我同款，有金钱有权势，死到你也什么都唔惊。找你，你主动就会出现。拄才你甲小东所讲的，我拢有听到。除非你真正有够的，啊，若无我黄伯伯绝对会找真侪人伫咧内底好好照顾你，一定会让你过得真精彩。我伫内面十五年的经验，金钱、款式，有可能做你的人，但是你内面
人情世事才是根本。我相信内面的朋友会教你安怎做，希望你有命通出来。王警官，人到了。来，较自动的。我跟你讲啊，这哦比你较重要。来，放床上。丁恩呢？到底本来抓到这只，我的心情应该是真爽。但是我用红感觉，这款人永远抓不完。我想来，多像那个少年那讲了无唔对，只要破坏小弟啊，都王道川。我后一个王道川。这破坏小队继续存在，这都是很现实。有，咱就拼，袂当有这款人霸占咱的城。代志总算讲是圆满收煞。真好，以后免阁看到这个人啊。我伫到即马，这真正感觉着喘一口气，佮真正感觉很幸。爸，你哪会去坐电车啊？你不是来教阮做庆祝啊？婷姐，今仔日是来甲恁大家休息的，明仔载我特别去找丁检察官报道啊。建尧、明芳、谢丽啊，除了这两字，我唔知会当阁甲恁讲啥。恁一家伙要失去十五年的幸福，这个遗憾，我讲过较济话嘛，无当弥补，所以我才会当甲恁讲，是的。自少年甲志春的朋友啊，讲这要创啥？这么久以来，你对小东、对这个家庭付出这么济，这嘛不是讲一句细声，多少都讲会完的。若是讲有一段时间未当看到你。我替大家跟你讲一句，快点回来。老师，那真正要入去，过去你安怎陪我？我赶快做个够。不是啊，爸，今仔日真难定的，我竟然都无认命。我若无认命，我就感觉真没关系。所以，你若真正要去坐到，我尽量找时间去认命，时间。你每晚水准一定要甲过去同款，安尼我才知影你身体健康有问题。我会甲厝顾好，等你等。伫咧东南亚的毒品工厂，已经被那边的警方抓起来。你的下骹手人马志玲，你就是通往遐个代志，拢是发生伫咧阮甲你逮捕的进程。佮无要承认你的身份。唔管我是做甚物款的生意，我是一位成功人士，有家己的 style。若这个时阵无要承认，迄就会伤到怪体面。所以，你承认你就是通往。是啊。我就是鼎鼎大名的贪污王啊！许博威、刘洪仁，拢是破坏社的成员。因两位甲你拢维持加密切的合作关系。刘洪仁有讲，为着保护刘亚文的安全，伊拜托破坏社的头人，要求你甲刘亚文放走，敢不是？刘洪仁公司啊，你应该去找伊，找关门都奇怪啊！谁讲话谁负责，敢不是？制度、换度。
是同齐，你着敢承认吗？承认你是破坏社会新闻，遐尼困难？无困难啊，一点仔拢无困难。唔知影代志，唔管你安怎问，只有一个答案，就是唔知。你这款人，嘛会惊破坏社会势力啊？唔是惊，是唔知。什么代志这么欢喜？我想到了，咱为熟识到即马，发生遐尼侪个代志，就敢若亲像咧做风胎。希望这个风胎过了了后，后一个风胎永远拢袂来。我专工来找恁。是不是有什么困难？我是要跟恁讲一个消息，对恁两个来讲应该是好消息。我要去美国一段时间，找一个好好学一挂网络事业的物件。你应该不是学会晓了后，回来开一个平台跟阮竞争？这世界偌大，网络事业袂当做偌大。学会晓了，我是要跟友善平台合作，把友善这个观念行出去。咱的观念真正近。我的理想就是把友善平台第一个海外的店设在非洲，替遐要不倒的囡仔做一挂代志。你这个想法真好，我会把这个想法放在心内。你甲新月伫台湾，把友善平台好好做，等我回来。那安尼，我先替小东甲你说多谢咯。我要甲恁两个讨一项物件，希望恁会当答应。什么物件？后摆，恁的囡仔若是出事，我想要做伊的干妈。我希望友善平台的年会会当甲这囡仔做伙成长，好这囡仔提起咱，袂当停止进步。好啊，我先来去啊。姚文拄则的想法确实袂歹。你会当换一个角度来想。伊的眼界自然变较开阔。想要创啥？你莫紧张啦，我唔是歹人。有当时啊，警察比歹人搁较麻烦。我唔是警察，嘛唔是歹人啦。我唔管你是啥物人，我辛苦趁食，无偷无抢。假使讲你对我的工课有意见，咱去找药厂。你好，我叫李小东，甲恁哥哥。是伫内面的兄弟，乖出来啊！欠收费啊！我比你搁较强，找唔着人啊！我甲你哥哥有约束，所以专工来找你。查甫人哦，十句话内底有九句是伫骗人的啦。啊，那另外迄句，是因为啉烧酒醉才会讲出来。钟世雄，你内面的号码是3570，我的是3569。应该捌甲你讲过，阮伫内面是啥物关系？啊，阮哥咧，阮哥即摆好无？啊，是讲阮哥即摆是毋是出啥物代志啊？伊因为一个特殊的情形，假是出教，但是伊必须遵照内面的要求去一个情况的所在。伊咧找无你，所以就甲你的代志交代给我。歹势，啊，我着互人骗到惊。所以今晚唔敢轻彩相信。这是恁哥哥替你欠的，
跟你见面用。还佫有一个重点，这是阮大家共同设立的友善网购平台，内面买物件拢是有机、无毒、纯手工的好物件。你若是有兴趣，欢迎加入阮。多谢恁的好意啦，啊，不过恐怕这三公里以来，我应该是无法度改变我的头路。这是我的名片，大家拢叫我柯三。那我跟恁的头家游荡的，也是老朋友啊。啊，那既然你跟佑尚是老朋友啊，就应该知影我的代志，我先简单处理。我们来遮进前，你的头家游荡的，又拜托我转告，讲你的这一步，拢已经处理好清楚。那未来的日子你要哪过，生活要哪过，那是你的主意。那是这个消息，你应该传伫你的手机啊内面，你会当查看吗？恁哥哥的约束，讲到做到。只要你愿意，我来药山平台找你。接受法律的制裁啊！就参像新城讲的，咱人哦，日子要过了公平正大啦。虽然我唔知影这摆入去要关偌久，虽然还有新城哪会出来等我，我真歹势。不过我决定面对了后，我的心内加足轻松的。那两则结果唔是加足好诶，未慢啦，只要想好通哦，人生随时会当定来。这嘛是我这阵仔的感受。大军，其实你慢慢受了伤过闭关，你星期应该袂用判受重。你才知会袂用判受重？大军有两件案件的呢。因为十五年前的代志，我已经。去甲丁家做寡认罪啊！爸，你是为了我的兄弟，做你甲因讲遐个啊？大军，你是我唯一的后生，我出门迄阵就你啊！啊，你哪会戆啦？你是一个大律师呢，我啥物拢唔是，我啥物拢袂晓。啊，你还有灾情着？啊，我咧，我规工互你烦恼，甲你开钱。报一项代志哦，我做会好势啦。啊，恁阿也袂晓想啦。我公然去用关，我无买你出代志，你这老爸哪会做甲安尼啦？你戆甲袂白痴哦，你。做你的老爸，三不五时啊，嘛爱讲一摆啊。大律师，恁阿因为我的代志，不甲你用关，我绝对袂原谅你。真好，安尼就对啊。好呢，你做了真好，啊，做了真对。安尼不但会当害俊良，甲你家一个清白，买当给大军一个好模样通看。过去的代志，都拢总好过去啊。未来较要紧，知影无？我，你安尼讲，我顶多感觉愈见笑。其实，这一切拢是阮两个爸仔囝家己做出来。大军会去破坏花英芳的厂，结果，伊家己嘛煞去点着农药的毒。啊我咧，又想过自私，想过爱情。
这一波打错，步步错，我请你放心，我这摆真正是彻底觉悟啊！我袂过为着要反抗一个错误，用更多的错误去弥补，唔对，就承认唔对，唔对，就接受法律的制裁。真好。 真好。刚刚想要吃宵夜。我无迄个心情，嘛无迄个兴趣。就亲像你，逐工拢会替我传早顿同款，从今仔开始。 我嘛想要，逐工陪你食宵夜，送你转去。唔知影你家己搞我几阵？你若是自私无聊，讲这款话，我当然要甲你拒绝。阿姐啊，臭话佮狗话，生到树高佮自我感觉良好，爱出风头，最佳个条，无车无厝，嘛无赚大钱个志气。上重要个是，我对查某囡仔有想法。 无办法，完全袂晓站落来。知影呢，你该交我去出。少爷，你出，送我转去的车钱我出，薪水以后互我管。行。啊！来来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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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小贝，啊，你敢有想回去厝看阿妈啊？有啦，我有想去看阿妈，才回来咱厝，所以我今仔日会当阿爸来食饭。一出面尔，佮都敢若想着食。唔啦，是我哦。阿妈听着我要回来，伊嘛想要来到老嘞，所以嘛，你今仔日爱穿较西装。我看吼，阿妈袂安尼讲，这应该是你的意思。我的意思那是安尼，我今仔日就是想要跟妈妈聊聊聊。聊得较好。一定。嘉豪嘞，拄仔好赶着时间来甲恁交流。请坐。杜检的，今仔日专工来遮，应该毋是要来斗老的了。看恁今仔日气氛真好，真适合来送礼。送礼？十五年前的涉案事件，总算结案啦。老冯另一间新兵，当初就是伊为魏正昌去平北城市，交予杨清静来制作塑化剂。所以，你即摆意思是，正雄唔爱胡行杰啊？今日来就是甲李彩琪讲，咱的塑化证明你的清白啊。恭喜，不起诉处分书。多谢多谢。不是你的罪名，够你排查我哩，你辛苦啊。有一天，若是有人问我，好人爱吃会济苦，我会甲伊讲，我都记住。若是有人问我讲，好人吃苦爱吃偌久，我会甲伊讲，别人我唔知影，但讲阮这个家庭，每一个人，阮吃十五年的苦，就记住我。感谢你，你今仔日将阮所有的苦做一个结束。离圆满搁差一步，一步我一定行到到位。
我爱你，无论天涯海角，永远相随。破坏小的代志，你也是唔肯讲。这样代志是要安怎讲？既然你唔肯讲，我无必要浪费我的时间。后一摆见面，就是法院开庭。唔知影代志，确实是无必要，无采讲迄个时间，因为唔管你安怎问，都是唔知。因为就算讲，迄嘛无路用。所以，你唔是唔知，你是唔肯讲。张姐，我问你一个问题好不好？你敢有法度消灭金钱遐款式？这是有人就会存在的物件，要安怎消灭？既然无法度消灭金钱遐款式，你就卖问破坏下。这两项物件伫全世界有几十亿的信徒，一个小小检察官，你是要安怎甲这两项物件对抗？你只要相信我这个小小的检察官一项代志就好，我一定会送你去坐牢，而且今日你去都会出来。专案小组成功挑战吴世林。挑战款式，这拢是恁的功劳，我伫遮甲恁说多谢。说多谢，唔免啦。恁一摊，我哩较实在。张警，既然即摆案件已经结束啊，专案小组嘛差不多要解散，安尼我要自首的代志，嘛无理由阁拖落去啊。王道川，伊敢若是恁制度？甲反倒，甲陈处长同款，对破坏社的代志，因的嘴拢真白。专案小组后一个目标就是破坏社，所以袂当解散。罗建平的案件，目前为止司法单位也是甲伊列作级别，因安怎处理我无清楚。我敢若知影，咱的成员内面无人叫罗建平，但是有一个人叫沈永新。沈永新，我拄才讲的，你有听清楚无？但是我无去自首，小东的杀人前科，就永远无法度注销的。我有办法，小东的案件我已经跟法官讲好啊，到时阵会以特殊案例的方式来审罗建平的杀人案，因为是机密，所有过程拢会秘密进行。小东的前科到时阵单算判了后，就会当注销啊。沈永新，你就留伫个小组。继续追查破坏社案件，这对大家来讲拢是一个好消息，尤其是伊咯，伊的等待总算有一个欢喜的结果。为即马开始，袂当提掉你心内罪恶感，好好对待伊咯，好好对待你家己。你所亏欠的，是过去的代志，未来咱敢哪有犹豫？恭喜！我接到伊的消息了，我感觉真安慰。啊，以后哦，你得让邓阿明去上班，甲大家做伙打拼。而且这边是光明正大，唔是黄叶叶做失败。嗯，多谢顾问。除了有顾问以外，我希望你对我。会当有另外一种的称呼，一种会当让我欢喜的称呼。你知道我这个人真傲吧？在公在私，我拢想要留你这个人才。乔生，雨柔是我上宝贝的查某囝，我无希望你一直甲拒绝，让伊艰苦，知无？
你是不是有话要跟我讲？可以当麻烦你过来一下。虽然我无玫瑰花，虽然我嘛无手指，但是今仔我想要用我上大的声音问你一句话：你敢愿意嫁给我？若是无意外，等伊讲清情，梦也梦。将阮相念念，一领新娘衫，对我幸福甲美满，感谢天公伯啊，好心成全我。宋爷爷，你来啊！大爷，紧出来，爷爷来啊！宋小姐你好，我叫阿华啦，来这。进来。爹来，应该就表示你是要家里有什么来对吧？我要介绍王查过你有善平台啊，你的经营方式跟力量真特殊。我真介意，嘛真愿意加入。啊，不过我家己从来唔捌接触过网购这个行业，唔知我家己的年龄啊，够经验，是不是会当达到你大家的要求？这你唔要烦恼啦，在经过一个人拢是加入了后才开始学的。你来友善平台，阮大家拢会当甲你教。是啦，你看这个燕头燕头，做起来嘛是真袂歹，所以哦，你绝对无问题。啊，你是安怎一直讲我，一直不要讲阳光甲进化？人个艳艳是查某囡仔，查某囡仔当然爱甲查某囡仔比。敢讲你叫我摕阿尼基阿纳达来甲你比啊？那呢，我就甲大家宣布，咱友善平台都加一个新的成员，钟艳艳。太太子。哎呀，这里啊！欢迎欢迎！来来来来，你好。啊。来来来。来了，姐姐，你坐。坐超，坐超。欢迎你。出来得较矮吼，啊，大家就安尼进来坐。无矮无矮，不要紧，人若温暖就好。来坐啦，无赚什么好料的，就一挂吼有机蔬菜。啊，重点是吼。我贵婚的霸王，够大白馒头啦！我要问妈妈、嘉玲妈妈准备的料理，还够有真侪点心备着给大家。菜啦、点心啦，迄拢无重要，团圆才是重要的。是讲哦，拄才英芳去讲，我才雄雄想到，友善平台显然无卖李爸爸白馒头。哎呦！啊，这个拢无宣传着。嗯，等你小东来干嘛哟？爱开一下股东会议。我看吼，另外还有一项较重要的代志，才要开股东会议的。就是英芳，伊的客囝沈永新先生，还有叶俊明先生，因的千金叶雨柔小姐。因两个大喜的日子，唔识讲讲个才对啊！对哦，啊，这变歪人吼，我做得好啦。厝内面哦，这款大代志，拢是我老母咧做决定的。伊若讲好就好，我无意见。好好好好好！来来来，小优，先来我过来啊！来来来，平台吉祥啊！欢迎欢迎。妈，啊，你今嘛给钱怎么样？哇，恁看嘞，我偌好命嘞，几岁还佫加一个查某囝。来，你跟我坐。哎呦，来来来来来来，来，坐下。爷
燕燕你好。你好。我跟你讲，我妈妈上听的是查埔囝，第二听的是新妇，上无听的就是我这个嫁出去的查埔囝。哈小佩哦，刚才讲到一半哦，永芳阿姨哦，还佮有听我这个阿伯娶某另外一个后生哦。啊，你听无偌久啦。头家妈，你算是阮的大家长，啊，这要开刀，都予你做主啊。哎呦，安尼要开刀进前哦，我这个老伙仔有三个要求，就是圆满、幸福、有情。开刀。一间厝到底会当住偌济人？好亲像无人知影。自从小东出嫁了后，到即马已经要半年啊。你家有本来妖魔之家，变作是有神之家。不管别人安怎看，安怎对待阮，阮永远拢共款。做对的代志，做有神的人，无咧惊款势，嘛无咧挖苦款势。甲真侪可爱时代朋友是侪共款，用优先来强勇家己的自信甲尊严。优先会当拍牌真侪恶念甲恶人，就亲像这片有机的菜园共款。就算讲暂时予人破坏啊，伊总有一天会阁复原，恢复伊的美丽，也阁有清净。人活嘞，唔爱为着家己，唔爱为着别人。这句话是友情的基础，我你家会永远记在心肝内。所以，若是有人问我，一间厝到底会当住偌济人，我会当讲，唔那三口、四口、五口，只要心存友情，这间厝就会当真开阔。在你的心内，迄间厝也会当住的是所有的人。心情转过。